通车了，赵局长，提前通车，顺利不？陈师长，顺利顺利。多亏田伯利同志，拼死相护，只要不出意外的话，40-7小时后就能抵达北平。同志们，大家辛苦喽，铁路修好了，通车了，我请大家吃面。好。这一次呢，我要特别表扬你们的赵局长，正是他的无私肯干、艰苦奋斗，才有了沪平线以最快的速度通车。陈师长表扬我，那我就要表扬万全同志，不辞辛劳，身先士卒。哎呀，那我就表扬全体工人同志们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师长给大家带上凉面，大家吃面。好，好，吃面。好，吃面了。来来来，赵局长，这边。红色同志，赵局长，哎，我知道你是有大才的。你的大上海都市计划，我仔细的看过了。那个就是我想要建设的上海。昨天我也在报上看了欧里夫的道歉信，同时也想到了大上海都市计划。陈市长，我真的已经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上海。我有信心在不远的将来，在这座城市，无论是高速公路、铁路，还有机场，一定会建起来的。一个新上海，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上海，是我们所期盼的。这一次虽然是短短的一则道歉，却是长长的一段历史啊。是，这次道歉激动人心，意义深远。他们都错喽，解放后的上海是人民做主，人民政府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耍横侮辱我们。对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就像这一段铁路曾经断过，但以后它会永远畅通，没有人能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。